Hello, everybody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然后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 makeup routine 好了。没有人 request 这个影片。这个 cushion 是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买的，它是属于妆感比较像那种奶油水光肌的气垫，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。但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油肌，或者是你不喜欢脸上有那种湿润感的话，你可能就不会喜欢。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个妆感，尤其是你皮肤就是。状态不错的时候用，就会感觉妆感特别的好。这礼拜比较特别，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我要帮我的朋友照顾他们家的狗狗。其实我觉得你家里有宠物的人啊，你身上有没有小动物的味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就像你可能家里有养狗，那你只要遇到一只新的狗狗的时候，那只狗狗就比较容易会跟你亲近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自己这几年领悟下来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其实没有很难领悟到这一点。虽然说我每天都是晚妆，但是为什么我今天会特地认真的化妆呢？是因为我今天要面试，就是我要去面试人家，想说给人家留一个好一点的印象，不然人家觉得我太随便。眉毛的话，一样是 Excel 跟 Kate 的 combo， 遮瑕膏是 Maybelline 的 Fit Me， 嘿嘿。眼妆的话，就是这个我的爱牌 Himi， 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这个好一点吗？大家如果有去台湾的话，拜托真的去买好不好？显色度好，不太会飞粉，然后又好看。哎呀，为什么刚刚没有早一点调那个灯光呢？我刚长得真的，我刚整个脸是橘色的，颜色大概是这样。Such a wonderful night, we're walking the park by moonlight. 我的腮红是这个，是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买的，然后眼线笔是 Maybelline 的。睫毛的话，1028跟 Twizzeran 超级好用，我用过最好用的。我觉得养宠物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， 就是你要为它负责一辈子嘛。然后我这么常跑来跑去，或者是工作时间不固定，然后也不知道会待在香港多久，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好像未来有可能会是一个蛮大的压力。你不觉得这个坦仔的那个锅跟这个汤匙很不make sense吗？你看这个汤匙这么深，这个碗这么深，这个比例有在合理的吗？不合理。那今天是 Escort 的生日。哦，系啊，今日八月八号。你要宣布一个喜事。各位，今日系八月八号，知唔知咩字啊？咩字啊？Blackpink 嚇，係啊，今日係我係啊，今天是 Blackpink 新年啊！哇，真的好羨慕啊！我剛剛在那邊先拜拜對你，好失望啊！八月八有啲咩事？我心碎到仲一地。一我讀嘅一定係喎。係咩評價啊？邊個？邊文？拜拜！開心咗幾日啊？佢啲。今天的第二个会，第三个，第二个会。妹妹长着一副慈母的样子，我这两个礼拜要跟她好好的相处。可以，我紧张，我很怕我照顾不了她。可以的，你会乖，对吗？对吗？我会，对吗？
加班小队，好，一日限定加班小队，一日限定，希望是一日限定的加班小队。是的，是。Yo bro, yo bro， 没有广告哦，没有广告。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네네好，你也加班完了，可以回家了。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今天的晚餐是火锅给 Kimbo。 哎，奶奶吃饭。今天是我带奶奶回家的第二天，然后她比我想象中还要，就是我本来以为她分离焦虑症很严重，是她会就是对于他爸爸妈妈之外的人会很恐惧，这样就，但其实还好，我们昨天有好好的相处过，然后他昨天有睡在我的床上，对，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一件正确的选择 ，but anyway， 但奈奈有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他还没有学会在那个尿垫上面上厕所，所以这几天在家里或者是去公司都到处尿尿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叫，我这两天有一点点体会到做妈妈是怎么一回事，好累。안녕하세요잘지내셨어요우와1등이란수식어까지붙는거보니다친데없어괜찮아Good morning 大家，我今天起床看到的景象是怎么样子呢？奶奶不要装可怜，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吗？啊，江江，江江，江江江江。Had to ask a question if you happy, girl. I'll change your mind anytime in this happy world. Let's go and get to you and me and see what love affirms. Cause girl,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.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,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. My heart was racing, but never felt my time was wasting. My mind was chasing. 今天晚上是一个 Seventeen 的聚会，今天聚集了我们喜欢 Seventeen 的朋友们。我开心到晕了，我都多谢你有坑啊。不過我哋個團體又做多啲人，完全聽唔到。其實正常，因為佢推你落去噶嘛，所以身邊黃色係正常。呢個咪我哋而家查啦。真係好無聊㗎。嚇！但我自己都買咗一個。哦。啊，好 cute 喎！我知喎呢個。你知喎。我見到人哋有用啊。你搣咗層膠，你將我攝入去。哇！好無聊。好無聊啊！跟住咩係咪電話阻嚟㗎？誒，借我看一下，唔係咩？係純粹枕企喺度。我見到有人啊，這個是奶奶的屁股。真的嗎？哦，這樣你喜歡彎路嗎？你喜歡彎路，那我是情敵咯。所以你而家第一名是邊個啊？咪就係咯，一個第一名喎。你要揀一個第一名。因為我哋三個係咪第一名、第二名都係 confirm 唔喐？係啊係啊，唔喐。係啦，即係個第二名多咗一個。係即係第一名係一定係一個，跟住第二名開始就可以有啲平牌咁啊。你睇第一名寫 June 啊，但我都中意 Fernan 咯。哦，我覺得第一你就真係揀你一直都覺得最要睇，逼住要揀啦，要再睇多陣先決定到啦。因為我嘅第一名係由始至終都係 Escoos。第二名都是重限，第三其實全部唔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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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名是 One Room， 然後第二名是重限，然後其他人全部都並列。第三，哦，你咁快嘅分得，因為我第三之後都中過第四，好嘢，我都完成。Oh my God， Agnes， 你交咗呢個不能回頭，你的屎，你真係交咗呢個，我個 DQ 喺屋企啊。台面又多一樣嘢，你望下你阿媽中意呢個人啊，你認唔認得佢？認住佢啊！喜欢你，他刚一来就说，我觉得我们家太多其他男生的照片了。
太多了。人家帅啊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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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。天哪，是拍好听的吧？是拍好听的日子。他刚刚赌上了他做 YouTuber 八年的，还是九年？九年的经验，不知道。非常顺利的在早上，可以早点下班，大家。很棒。来，你要跟大家说什么？一二三，그럼우리수업에서만나요。哎，感谢大家。去年来香港大概五天左右，然后就很不幸的这个礼拜还遇到打风下雨，所以本来有想要去的一些地方，现在可能也去不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能需要好好的来规划一下我们这个周末要干嘛。今天我本来打算 work from home， 但是临时就有一些会议啊跟拍摄，所以啊 ，sorry。It's okay。我们这礼拜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，就是训练他去对的地方上厕所。训练你上厕所？没错，在厕所上厕所。嗯，坐在马桶上。啊、哦，这个？对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你可以找到洗衣精的。没错，就是它，很棒。我不会用到洗碗的。不会。One cup？ No， like， 它有一个线，第一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边上最右边，最右边。左右不分的你。What are you talking? Who are you talking to?、I'm talking to the camera. 你在跟谁讲话？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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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magic！ Nice！ 哇、wow, ，congratulations！ 你成功的洗到衣服了，对不对，奶奶？我也会 ，boom， 会。来，学这个。我看不到你在干嘛。哦，他这样。Perhaps one day I'll hit the lotto.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.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.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.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. Fly first class every day. But if I never hit the lotto,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?